A 咪瓜系咯，计落去个咩榜又轻榜啲啊？系啦，喺香港呢方面咧，呢只巴迪回归就系11号噶，11号目前都系20倍、哦。咁啊，香港呢方面嘅赔率仲比英国方面更加好。好啦，咁啊，见到咧就试习员就预备就差唔多，企上去嗰个看台嗰度啦，企上去司令台啦。好大雨，好大雨啊！呢、這个大难地落雨落得好紧要，英国而家砰砰声咁落。好啦，见你参战马预备企好啦，全英障碍大赛随时预备起步，叫晒所有参战马向晒前先。哇！你睇下啲镜头咁蒙咧，好难讲噶吓，讲得唔好，大家原谅啦。好啦，预备一起步嗰阵咧，嗱，见到成群马咧，大家一齐就向前冲刺啊！见到只魏猛喳喳声就摆咗喺前面走噶吓，哇！呢只马今场赛事咧跟得步速跟得相当之快喎，再见到如果前面咧就嗰只北地星光又跟得相当之前噶吓，咁啊跳过第一个难地啊，而家跳过第一个呢、个城嗰度啦，咁啊。可以話俾我聽，帶頭就見到咧，就係只24号嘅魏猛就擺咗喺前面放出頭噶嚇，咁跟住之後咧就嚇、見到巴閉龍嗰啲嘢跟咗中間嘅位置，魏猛跳過咗第一個欄，跟住之後過咗紫真金嗰啲一齊過到，安頓小子亦跟咗喺中間嘅位置，咁再後啲啊見到紅桃偉略啊、大恩德啊嗰啲馬嚇、好啦，一見到咧就魏猛就放出頭啊，多情郎亦跟前面哦，見到有馬跌咗落嚟啦，應該可能就看來近跌咗落嚟噶啦嚇。看台近跌咗落嚟噶咁前面就魏猛同多情郎两只马就放咗出头，咁仲有咧就32号嘅呢只就系精神奕奕亦跟喺前面走嘅吓，哇都起码成5、6匹马跌咗噶啦，已经喺度而家嚟讲，咁再后面少少咧就见到就美丽祖亦跟喺前面嘅，嗱前面多情郎同埋魏猛喺度放紧头，跟住之后咧就四号嘅快乐人亦跟得几前噶吓，咁仲有就尽情快乐亦唔慢嘅，咁仲有就13号嘅无敌拳手亦未跌嘅，14号嘅梁风吹亦一早跟咗前面落，伊麦哥今次暂时都未跌落嚟喎吓，咁再后啲咧就见到啲五月贵宝啊嗰啲留咗喺后边嘅，好啦，而家跳到第5个栏啦，见到多情郎同埋魏猛两只马一齐都系放紧出头噶吓。咁就而家仲有32号嘅呢只就喺精神奕奕跟住相当靓嘅位置喺第二位嘅，跟住之后快乐人就跟住喺第四，嗱快乐人已经开始踩油啦，唔等只魏猛啦吓，而家多情郎咧超顶榜啊，160几磅情况之下光头，第一只上嚟威胁佢就系只后备补上嘅快乐人，魏猛就喺第三位入边嗰只系32号嘅精神奕奕嚟噶，再后之后咧就见到后边就英加马嗰啲嘢跟咗喺前边嘅，直入嚟走啦，咁再后啲就五月贵宝啊嗰啲马噶啦吓。咁而家多成龙一咳就咳埋啦，哎呀，咁啊整跌咗嗰只快乐人喎，快乐人睇下有冇跌到，啱镜头睇唔到，应该跌咗落嚟，冇错啦，快乐人跌咗落嚟吓，多成龙而家就自己走甩咗啦，魏猛就跟住上嚟第二位嘅，上到嚟第三位咧就见到后边嘅咧就应该就系尽情快乐噶吓，咁之后仲有咧就嗰只就系个五月贵宝啊，再后先啲啦，嗱而家有高空镜头啊，成堆马而家就挤埋一齐，后边嗰扎马跌咗好多只噶，哇，好危险啊呢度啊！反而擺前面走呢就擺前面走就有啲着數啊，暫時嚟講兩隻熱門馬啦，魏馬多情郎放咗喺前面啊，跟住之後呢就上到嚟第三四位呢仲有嗰啲呢就喺度盡情快落嚟啊，跟住之後仲有就27號馬嗰啲就係聖木名區亦跟得相當之前嘅位置，咁兩隻熱門馬擺咗喺前面，上嚟第三位呢就係呢隻聖木名區，跟住之後呢就見到呢啲係一隻無敵拳手亦跟得相當之前下㗎啊，巴閉龍咧，而家似乎就喺咗後邊喎，喺咗第5、6位左右後邊喎嚇。咁跟住之後，涼風吹咧就沿途就守住喺第4位嚟㗎，又跌一位啦，真係嚇。咁而家相信而家跌剩都係得10隻、10零隻馬左右嘅啫，而家。因為似乎暫時對住鏡頭嚟講啊，冇辦法睇到個深度。是帶頭咧，似乎都係仲係嗰一對馬，多情郎同埋魏馬兩隻帶嚟咗啦。27號嘅聖木名區，跟住之後咧就涼風吹亦跟得相當之前嘅，巴閉龍亦稍為跟咗之喺第5位。再之後咧就係只五月貴寶啊，同埋呢個尊貴上將啊，嗰啲咁嘅尊貴上將嗰啲咁嘅馬噶嚇。再後啲就見到啲強者無懼啊，嗰啲留曬喺好後嘅位置嘅。而40號嘅魅力逼人咧，到而家係最尾鏡頭嗰只，但係咧仲未跌落嚟噶嚇。而家得翻13隻馬喺翻度嘅啫，而家得翻13隻馬喺翻度嘅啫嚇。好啦，帶頭而家只魏猛啊就放咗出頭啦，多情郎啊守住第二位。第三、第四位分別咧就麥哥個坐騎涼風吹，跟住之後第四位咧就係只聖木名區噶嚇。跟住之後咧，再後就見到咧，就高原勇士亦係未跌落嚟嘅，魅力逼人啊，嗰啲亦係未跌落嚟噶嚇。好啦，跳到第13個欄啦嚇，差唔多預備就嚟去翻直路嗰邊啦。魏猛帶嚟成3、4個馬位啊，多情郎就上到嚟第2噶嚇。
上到嚟第三位咧，就見到嗰只就係梁風吹啦。梁風吹之後咧，就係呢個醒目明輝上到嚟第四噶嚇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咧，再後啲就另外有啲話尊貴工匠亦已經跌咗落嚟噶嚇。尊貴工匠跌咗落嚟之後咧，咁再後啲咧就醒目明輝就開始上緊嚟咯。咦，醒目明輝第一隻上嚟逼只魏猛同埋逼嗰只多情郎喎嚇。梁風吹仲喺第四位，巴比個巴比龍就喺第五。咁跟住之後，滿地金咧就喺第六七位左右，無敵拳手仲喺翻度嚇。咁再後啲咧就仲有呢只魅力逼人。咁呢幾隻馬咧，似乎暫時未跌嘅馬嚟啦。咁前面嗰只多情郎嘅第一隻，我話哎呀，弊家伙啊，魏猛跌咗落嚟啦，魏猛跌咗落嚟，滿地金亦跌咗落嚟啦嚇。咁呢幾隻熱門馬都有啲危險啦。嚇咁再要跌咗三隻，真係得翻十隻馬啫，跌到嚇。好啦，跳出水渠啦，多情郎光頭。醒目明輝係第二，梁風吹係守住第三，跟住之後咧就有隻紅色馬紅霸主係守住喺第四位嚇，巴閉龍係守住喺第五嘅，咁第五之後咧跟住就係無敵拳手嚇，咁總之呢幾隻馬暫時咧仲係領前，而家得翻七隻馬跑完第一個圈啦嚇，好啦，依然係多情郎放咗出頭噶啦，上到嚟第二位咧就廿七號嘅醒目明輝噶嚇，跟住之後咧就梁風吹係守住係第三位，跟住咧就呢個紅霸主。红花猪之后就梁风吹巴闭龙，啊，跟住之后就高原勇士，最后嗰只咧就系无敌拳手，得翻七只马啫，而家吓，咁睇下最后点挨完啲最后二千几三千米啦。前面咧就系多情郎依然放出头嘅，戴着白衫嗰只吓，外边咧就系廿七号马嘅呢只就系呢个醒目明驹，大外栏嗰只就系梁风吹，上紧嚟啦，哎呀，多情郎都有啲危险啊，巴闭龙就喺第五位，无敌拳手就而家喺第七位噶吓。好啦，前面依然暫時仲喺只多情多情郎放出頭嘅，跟住之後醒目明輝依然喺第二，梁風吹又仲喺第三，咁跟住之後咧就再後面咧就無敵拳手仲喺度啦，高原勇士仲喺度，巴閉龍亦係仲喺度嘅，暫時呢七隻馬仲係攬下攬下咁樣嘅啫，而家啲馬開始其實冇乜氣噶啦。好啦，跌埋第十分鐘，哎呀，梁風吹跌埋，再跌埋兩隻，應該似乎得翻三四隻馬哦，高原勇士又跌埋。得翻三隻馬，嗱多情郎、紅霸主、醒目明驅，嗱呢三隻醒醒定定啦，嚇得翻咧就，哎呀多情郎跌埋，大件事啦，多情郎大本跌埋，好啦，而家得翻就紅霸主同醒目明驅啦，得翻兩隻馬，十號同埋呢個醒目明驅啊，廿七號啦，十號同廿七號兩隻馬，嗱後面啲馬如果你騎師捉翻隻馬，可以再跳過噶嚇，睇下有冇騎師捉得翻啦，翻去原來個欄先可以再錯啦，翻翻原來嗱啲馬走咗冇噶啦嚇。好啦，前面啦，得翻兩隻馬啦，講得好輕鬆啦，可以。紅霸主同醒目明驅交俾你講啊，好唔好啊，張彼得？咁樣係紅霸主同醒目明驅喺前面啦，我都第一次見到，即係咁多年轉播剩翻兩隻。係啦，四十隻馬得翻兩隻馬啫，而家嚇。前面紅衫就紅霸主，外面咧藍藍地衫嘅咧就醒目明驅。嗱，醒目啲啊，唔好跌啦，最緊要跌埋就冇得分噶啦。哇！呢場賽事可以話一場相當之精彩。嗱，而家前面紅霸主帶嚟成五六個馬位，小明驅話：嗱，我唔追你住，點解喺呢個階段嚟追你啫？如果追你跳落嚟，大件事。嗱，紅霸主話：喂，咁唔好啦，我放啊，我跳過先講啦嚇，得翻兩隻馬嘅啫。咁啊，安上人咧就即係兩位嚟講咧，都可以話咧係相當有經驗嘅，一個就係 TJ Murphy 啊，另外紅霸主咧就係 Our Guest 啦，派好十隻馬跌曬，結果嚇，結果十隻馬跌曬，都係唔得，都係馬跌曬都中咗。冇錯啦，嗱而家紅霸主依然係哇，有啲馬咧就阻住啊，阻住啊，咁啊而家走出外欄嘅位置咧就係紅霸主依然放緊頭，醒目微推咧，嗱咁啊而家後邊咧就上翻馬喎。巴閉龍咧就好似上翻馬，咁睇下上翻馬後邊點樣樣嘅情況咧？上翻馬都已經好遠啦嚇，距離起碼幾十個八個欄㗎啦，已經十個八個欄㗎啦。上翻馬可能有機會捱個第三㗎啦，睇下上翻馬再跳唔跳得過啦。嚇，頭前聽見就巴閉龍咧就應該可能上翻馬，好啦前邊啦，外邊嗰只醒目明驅似乎跳得好啲嚇，藍衫醒目明驅，紅衫紅霸主。騎師就你眼望我眼，喂大佬，大家唔好一齊跌一 Q 翻嚟算啦，邊只贏冇所謂啊嚇！本來兩隻馬跑得好開喎，而家又跑埋一齊啦嚇。係啦，哎呀，狼霸主攬翻住個馬鏡先，而家見到只醒目明驅過咗只紅霸主啦，已經嚇。你啲腳步就係醒目明驅比較輕鬆啲啊。嗱，目前個磅位方面，醒目明驅輕喎，係一百四十磅，啱啱孭磅底嘅。紅霸主咧就孭一百四十。幾多啲喎？151磅。咦！我哋而家喺呢個直鏡見唔見到後面有冇馬上翻馬咧？都仲未見到啊！起碼十個八個欄後面冇得睇㗎，因為試翻我哋唔係對
現場，如果吳鬆在現場一定話到俾你聽，吳鬆而家鏡頭前面話唔到俾你聽啦，冇辦法，唔好意思啊。好啦，但係前面而家放頭嗰只咧就依然就係醒目明區啊，咁跟住咧紅霸主話等你放下先啦，咁你放完之後我一路跟住喺。佢都要唞下啦，紅霸主睇嚟啊！對上一次咧，應該如果睇翻啲記錄咧，1928年啊，先至有一次兩隻馬鬥到翻嚟嘅啫。咦，紅霸主又過翻喎！哇，真係精彩啊！呢場賽事啊，咁啊有成四五個馬位之後就醒目明區嚇，咁啊安上人啊 Richard Guest 咧就應該就擺咗喺前面咧嚟放頭噶啦嚇。咁跟住之後咧就嗱，佢今次就係第八次嘅騎呢個全英障礙大賽。35歲嘅騎師，睇下究竟可唔可以一圓好夢啦嚇？你覺唔覺得其實頭先睇個近鏡，佢都笑緊喎。醒夢明區散咗啦，因為已經紅霸主，只要你唔跌就得㗎啦嚇。喺香港嚟講，目前嚟講咧，如果係60呢條連贏位機會好大，唔好理啦，跑第二我整攬過去算數啦。嗱，紅霸主又帶到甩曬啦。好啦，差唔多預備去翻個最後嗰個欄嚟㗎啦。嗱，你唔好跌啦，如果跌就大件事㗎啦。紅霸主跳最後嗰個欄，係小心啲啊！過到啊！醒夢明區都應該過到係嘛？你又過埋，冇錯啦，兩隻過埋呢條連贏位，冇得甩啦啩應該。後面見唔見到第三名啊嘛？冇啊！仲未見到第三名啊嘛？紅霸主帶嚟20個馬位以上，醒夢明區攬個第二，行翻嚟都有第二㗎啦，唔使騎啦，好跌落嚟就得㗎啦，一路攬翻嚟，仲有約莫400米左右，啱啱去到個爭口位嗰度嚟㗎啦。紅霸主你睇見而家只馬都冇曬氣喺度噴緊氣嘅。後面嗰只馬距離30個馬位、40個馬位左右啦 ，ML 嘅咧，過唔過到㗎？紅霸主，你睇睇出寶，而家咁樣喺香港輸好遠嘅，不過冇所謂。全英障礙大賽勝利係屬於紅霸主嘅，冇錯。紅霸主跑第一，10號馬紅霸主跑第一嘅，跑第二名咧就係27號馬醒目明區。你睇見後邊未過終點㗎？未過終點㗎？而家仲未過終點。40個馬位左右啦，多就好啦。呢個紅霸主一個鐘點都停曬啦，拉停咗啦，即刻落。咦？睇翻後邊咯，有馬過嚟啦，巴閉龍嚟噶嚇。嗱，一隻係巴閉龍，一隻梁風吹，仲有兩個欄啊嚇。係啦，巴閉龍同埋梁風吹，巴閉龍梁風吹嚇。睇下邊只可以有機會捱個第三嗱，兩隻馬上翻馬。他哋好像冇乜意圖去即係爭呢個第三啊！大家都是頂住手啊，自己跌咗啊！嗱，兩隻跌完上翻馬，嗱，花費龍、梁風吹一齊慢慢翻嚟，兩隻熱門馬，他哋起碼要跑完全程先，跑完全程先。仲有一個欄啊！係啦，仲有一個欄。拍住就係花費龍同埋梁風吹啊！係啦。六三就花費龍。嗱，而家一齊也有嗱，梁風吹就過咗花費龍，花費龍要騎。梁風吹又撳住啦，兩隻重新上個馬，可以重新應該就再跑嘅。咁但係贏馬嘅就紅霸主跑第二名，就27號嘅醒目明區香港括弧第6號嘅。阿麥哥都同即係後邊嘅馬哥係得你慢慢啦，我先啊。阿麥哥想完成全程啫，佢未試過完成全程噶嘛。咁但係完成全程都跑埋個第三嘅。好啦，紅霸主33倍爆出冷門啦，香港嘅10號括弧。嗱，你哋買一隻偽馬，你好彩啊！點解你好彩咧？紅霸主同佢同一括弧，所以你哋好彩。嗱，麥哥、梁風吹跑過第三翻嚟，重新上過馬，但係跑不全程啦。跑第四名就係巴閉龍，係啦。聽到現場都好多歡呼聲啊，雖然輸咁遠嘅第三。係啦，跑第四名巴閉龍。係啦，上屆冠軍巴閉龍咁快都喺外國嗰邊咧，因為咁多馬出，第四有位置嘅，第四有位置嘅。咁啊，仲有隻和夫上將，亦係想重新上過馬再跳。